了，就知道天天吵我。我才不要上学。我把他从小带大的，性格很温顺。他凶我，我讨厌他。因为腿受伤了，所以才迟迟没有扑上去。这一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的园区。能和我拍照是他的荣幸。怎么就想来看看了？妈妈一直不带我进来。Bạn đang xem kênh MJGame rất.